备受玩家瞩目，由绝命异次元制作人操刀的恐怖科幻冒险新作《卡利斯托协议》The Callisto Protocol 到底要讲述怎么样的骇人故事呢？从最新释出的剧情预告片中可以稍微看出一些端倪。之前的影片让我们知道黑铁监狱的变种怪物们有多么恐怖，他们不仅吓人，行动力强，如果没有彻底肢解他们，还会来个进化复活。而这一次的预告片就暗示了造成这些怪物的元凶正是这一座黑铁监狱，背后更有着惊人的秘密。我们要在失控的黑铁监狱中生存逃脱，力抗失控的变种怪物，并逐步推进剧情找出答案。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次露面的新角色是知名以及黑袍纠察队中饰演吉珠女的美籍日裔演员福原凯伦，可以期待一下她在游戏中的精彩演出。卡利斯托协议预计在12月2日登场，到底这款科幻恐怖游戏制作是否能够真的立下恐怖游戏的新标杆，就让我们等到12月亲自来玩玩看。